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今天是小鸽子开家的第八天，现在都已经7点钟了，天还没有完全的放亮。我这边马上要下雪，天气已经慢慢的降温了。我们来放鸽子，接着放，还是3根，这样蛮方便的。走喽。这两天用这个衣架撑起来啊，他们都好像知道了，我一吹口哨知道往外走了。天还没有完全的放亮，它不敢飞一样的。哎，出去吧，占个位儿，位置有限了。来，走。这个不能过，这个会逃笼的。这是种鸽，这里还藏两个，这都才几个月开始配对去了，是吧？来，出来吧，他俩还是同窝的。同窝的配对，我是最讨厌他们这样的。飞出去吧。出去吧，开始往外飞了。今天是小鸽子开家的第八天，看上去又不是好的兆头啊。用手机拍起来这个天是很亮的，用我们肉眼来看的话还是挺暗的，不是特别的亮。大鸽子都不敢飞，小鸽子就别提了，叫他们站在外面玩一会儿吧。有的鸽友也建议我说可以赶一下，没关系的，因为开家好几天了嘛。我还是想想算了，不丢我就已经开心了。如果我要是把他们赶出去了，我喂食的时候他们不回来，我就特别的担心，我在公司里面也心里面不舒服啊，老是惦记着他，就不敢了。这几只小鸽子还是蛮标志的，这羽色都是这一种羽色。哎呀，今天长脸了，这个飞出去了，这个就是小家伙，也不知道朋友们看不看得到。就这一只小鸽子，你看你看吓了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